中教大台语系学生吼，啊，我叫邱庆仪，国语是邱琼仪，嘿。啊，问啊在就是二二八啦，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参大家做伙用文学来纪念二二八这个重要的活动。啊，邀请到咱吴老师，吴老师最近嘛有出一部作品《复活的人》，内底嘛有讲到今仔日二二八，啊，搁有野百合，遮对咱台湾影响拢真重要的活动的一挂创作。啊，咱废话不多说，马上就来把掌声吹落，邀请咱吴老师，谢谢。大家好啊！来这位朋友真热情吼，啊，今仔有真欢喜啊，遮在座足侪先辈，啊嘛是去年伫咧台语文化运动，我有听到名，啊无甲恁见过面的前辈好朋友，大家拢安安，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湾正线即本台语文化杂志的社长啊，啊兼总编辑，后壁佫兼总监，啊各无搞个其他个。啊，就是咧，讲个意思，讲吼，希望大家然后对台语创作有兴趣，哦啊，大家来，大家各搞个单正线，啊单正线做出啦，你着 Google 一下，拍单台湾战线单正线，还是 FB， 我即满无成立粉丝页吼，啊大家知啦。啊，即期有其实看成为，即期有一篇我写论文是关于迄个台语个语法文学内底关于个写着台湾人一挂面貌。所以大家使来参考一下，啊，讲有啥物意见，我嘛欢迎参考，哦，使互相来讨论安尼。啊，这是我即马较无闲去，即个代志。当然，因为近一阵出册啦，是出这个这本国外人。啊，这本国外人就是因为讲到政治，啊，实讲有，唔我有人问我讲啥呐，我的文化方面写着政治。其实嘛，工作条过要写，啊，不过有当时咱拢知影讲，咱的文化，我们的文学其实就是，拢在讨论足侪甲人的情感有关的代志。有当时啊，文学的笔写写，你当写一挂受苦的人，还是讲写到迄个乡土内底一挂情景，尤其你若写到受苦的人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这受苦的人背后拢一个足重要原因，讲到尾啊，拢甲政治有关的。人在想人呢，啊，结果无小心，就大本册拢甲政治有关，差不多啦，不过大本册拢甲政治有关。啊，像这嘛毋是出特别的现象，你若去看这个全世界较好文学，其实拢差不多拢政治文学，你甲看差不多拢是啊。足少讲甲政治完全无关的文学，哇，你想啊，索尔尼辛啊，好啊，希尔戈医生啊，你想到嘞？沙特、卡缪、上级政治文化，大家人拢叫政治文化。啊，所以咱今仔是要借这個时间讲，为伊八卦要配合的政治文化。我想就是用文化这个角度，用今仔日拄好嘛是，今仔日拄好嘛是二八的同时讲嘛。啊，我感觉足神奇的，就是讲这几天因为我伫个空五年，我出一本用台语写的李白写小说集，我想可能有一挂人知影，就是叫唱声。这是十冬前的册啊。我想袂到讲这本册已经十冬啊。迄当阵出来的时阵，是我最后当然我的背景是写这个高雄地区的代志。可能我参考的是这个是迄、那个口述历史较济啊，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写得真真实啊，所以其实你若对二八有兴趣，嘛会使读一本册，你嘛前为出版，哦嘛使啊看一本册会使看嘛。啊，因为我有写一本册，所以加减我对二八有一挂学习啦。啊，伫即几年内底，像去年我伫高雄嘛有做这个二八的，我感觉我惊一跳嘞，因为啥拢惊一跳了。我发现讲少年囡仔嘛，足关心二八。哦，去年三月八进的，迄届哲学新知有高雄迄届。哦，我惊一个，大好差不多八九十个人，我硬讲伊个，咧讲迄个高雄地区的二八，因为我带一本。大迄当阵，迄三月书店刚开吼，啊，我伫咧地下室讲，一直坐满满，坐去甲楼梯安尼啦。
啊，我行一路，我讲，安尼可能咱即卖青年，还是讲咱两个囡仔吼，开始咧关心过去的代志，这是好现象嘛。因为实际上，我认为依法事件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那咱应该爱伫内底了解真相，然后呢，就是讲得到一挂启示。啊，这个启示是啥上重要？就是转型正义嘛，转型正义。啊，所以我其实这个重点就是我稍等一下，稍微来讲一挂转型正义的观念，哦，甲大家来交换一挂意见。我迄届去年迄当阵咧，我小分享者就是讲，拄好高雄地区诶各学校啊，拄好各高中甲各大学，甲先拢派代表来参加同款。啊，迄当阵我讲一句话啦，我就讲，二八诶时阵吼，足可惜就是讲，迄当阵诶 communication 诶方式，较无遐现代，嘛较无遐进步，所以，若甲伊当作是伫这边来讲，就会。我会失败啊！可是当初嘛 ，FB 大概就成功啊。结果想来到30多岁就发现，去年的3·18事件，你也知影讲，其实新一代的反恐的运动，因有足进步到伊个 communication 啊，足侪功夫顶关，因有足侪优势在内底。但咱今仔无要讲太远，讲到3·18才来啦吼。啊，你来讲啊，其实。我只是要讲，咱咧讲二八，其实唔真正甲在座每一位诶人诶命运无关诶，讲恁诶生活无关诶，毋是啊。但是在座老有人，伫咧旧年3·18就冲入去甲立法院诶，我想我咧讲诶大概就是你诶代志啦，大概是安尼啦。吼，啊，因为我只有准备一寡资料，无我就先照我准备资料，先简单讲一下我对二八诶。会了解，我是会记得。好，OK。我先大约来讲文学甲政治的关系，文学甲艺术的关系啦吼。1967年的 Nobel Prize 的一个文学奖得主，就瓜地马拉的作家 Gasparias。伊伫伊得奖的讲起来，就讲一寡话来讲吼，较早西班牙的征服者为咱的国家所带来的冲击啊。有亲像迄个地壳的决定，迄伤啊，有亲像一张已经乱去、去创伤的地图，迄就是咱的文学的前身。咱无法度去讨厌啊，这就是安那咱的文学欧洲人的目睭眼内啊吼，是遐尼啊无符合逻辑，是遐尼啊扭曲变的。哦，所以伊即句话是讲的，阿斯图里亚斯讲的。阿斯图里亚斯讲一句话。其实我就直接甲套用来想咱台湾的现状，你怎啊知影讲？只要甲西班牙的征服者改做中国的征服者，甲欧洲人改做中国人，大约就是即马台语现二八文学的作现实的状况。其实咱所面对的，就是即个土地有外来的征服者，安那反抗，甲得到什么款的结果？其实。目前为止的二八甲二八文学所表现出来就是这物件，所以我会使用今仔一寡时间，哦，因为时间也无一定有足济，啊，我着尽量甲大家来讲一寡遐物件。哦，啊，主要是讲一句话啦，伊讲经过上届会车的这个历史的战争啊，咱到我都开始表达咱家己了。这是我伫个咱即卖二八文学内底，我看到就是安尼，因为这个物件是确实是足。工作艰苦啦，啊！但咱每一日，咱着必须来面对一届，咱来想一届。哦，对，我人写个册啦。你当初拢当然，我讲着是讲拢甲政治有关个，着是因为一开始写个时，即有机会等下讲。咱直接跳入来，我互大家来听首歌。这首歌，毋知有人敢再跳去？长春花北口，
这是那个总统府的音乐会。当初他变成总统时，大家感觉这条歌够好听，够好听哦。这是第一国的歌，台湾歌。我还带去迄个新店上课，我讲这日本歌无啊，这台湾歌。伊讲啥台湾歌唱的几句，我讲你即摆是用中文咧唱歌。哎，所以你们当场只好接受讲这是台湾歌嘛。这条歌是高一生先生所写，伊是第一个日本时代阿里山乡第一个受现代教育的，伊个音乐教师嘛，会使讲是音乐的作曲家。有一日，伊坐伫因家看着外口，当春花当然就是咱咧讲的这个日日春啊。啊，伊看着迄风吹过日日春，伊就想起讲伊对伊的太太的。伊家后迄种感情，就亲像风吹伫咧日春的时阵，会使吹过一山过一山的山。哦，这就是这首《长春花》的意境。伫文学上也好啊，伫一个音乐甲意境的配合来讲，我认为这首歌拢是真优秀的这个文艺创作。当伫迄个时代，伊是祖祖的。啊！人伊受着日本的教育，写首歌。但我无法度想的，就是讲，安尼一个人是安怎？伊不是李白，我想讲伊不是李白。但是伊因为李白的时候，伊有带兵啊，伊有带迄个因祖祖的迄个李永群对保护维持迄个家己的治安嘛，伊会使去读家己李白的历史。啊，佮有伫过程内底又去保护一挂人。啊，所以互当局盯上，或者嘛互报仇，所以伊个刷落，伊嘛算是李白，算是死在二八的清香啊。那后来在清香的时候，他就，老不容易啊。啊，伫1952年，伊无遐尼早，伊毋是清香直接死，他不是在清香直接死的，他是在后面再稍微晚一点，然后抓到。啊，然后伫迄、那个两亿里迄个青岛路的迄、那个军法处的看守所啊，啊落去死啊，大概是1952年的代志，前过几年啊。伊死之前足有名，写一首歌叫《春之左保鸡》，写互伊个某囝。
安秀我就卖阁放，我放我拢会流目屎。伊就想讲，伊就来讲，我虽然伫遮，毋过啊，你对我来讲，你就是春神了，对啊，春是卓宝姬的春神，春天的女神，卓宝姬的女神。啊，我无多理解，就是讲这么优雅、这么美的一个心灵，她怎么会跟暴力有关？怎么会死在政治里面？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我想来讲，咱这卖人爱来面对二二八，爱来了解讲二八伫现代底是啥物款的意义，正太重要。其实伊就是咧讲咱的命运嘛，他是在讲我们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说，有可能你是好好的生活着，甚至讲你是最无害的，对这个岛屿或对这个土地来讲，你是最美丽的那一朵，但是把你就这样摘掉。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代志，非常宝贝的代志。所以我就想切入来讲，我带有机会，我来讲二八发生什么代志，因为今仔伊个人讲要讲二八，搁要讲二八文学，搁有搁我看有诶朋友想要了解二八发生什么代志。我想咱的资料可能足济，但是我恐怕还是先讲一下好啦。不过这讲了可能就下课啦，不要紧啦吼，咱随意啦。我大概拢安尼，我准备一份资料，搁再讲四点钟，我尽量。但是，讲较紧的好啦，二八的背景啦吼，因为有个人像我看做者少年的，伊可能对二八搁无讲足。真正了解，所以我用足紧的时间来讲，二八背景，有一个消息是讲，迄个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嘛，迄当阵有几句，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官污吏嘛吼，欢天酒地，政治混乱乌天暗地。伊这毋是啥代志诶，伊迄物件起大价，呼天叫地啊！大约迄当阵呢，伊把发生诶迄个背景大约就是安尼。我互大家一个上较勇敢的啦。伊日本投降是当时，日本话投降是四五年几月？八月嘛八月诶时阵投降诶时阵，米一斤偌济？我大家有感一下，米一斤两角，米一斤两角。二八几年发生？1947年2月嘛。1947年1月，米一斤偌济？米一斤多少？大家知道吗？倍涨，应该不有效啊。Open book 啊，疫情可以落下。这为着演讲较轻松的，咱拢爱把一寡数字写起。所以你若较想咧，这起几倍？400倍。我问你，石油，咱进石油都落倒来，伊半年前的石油，甲三年前的石油，起几倍？起到一倍？无对，起到一倍就爱起。叫爹啊，还有叫母啊，伊米起几倍？400倍，多久？嘛，才打一冬半尔，无才无一冬半嘛，一年4个月尔，竟然会使米起400倍。啊，糖呢？糖是为八角起800倍，糖为八角起800，起790倍，糖，啊盐起1600倍。水阿弥陀起2570倍，愈建设的愈这种工业的，迄起愈侪，原来会起1000倍，原来会起1000倍。所以，本地台湾人认为讲，其实台湾的知识分子伊是做中国人的认同。你看，你写在座嘛，袂少读文学的嘛，你去看外国文学。你看日本时代遐文学家文学，其实因是认为家己有汉人迄个中国人迄种认同伫内底。
所以包括迄吴浊友伊拢写到足坦白，讲迄中国要来的时，中国兵啊、西南兵啊、西南兵啊要来的时阵，因是去甲迎接，他们是迎接啦，在文化上面他是非常认同。哦，在大前提文化大前提，其实这些之中，你在地方是非常民众，当然民众，你基本上，其实迄个时阵，你讲敢有啥物台湾爱独立啊，是啥物货迄种思想，其实，咱来讲，对文献来讲，无遐尼清楚的，无这种遐尼明的，讲我家己要做出来，无。迄当阵，伫地下文书也好，伫足侪文献内底，迄当认为讲。台湾人做一台湾人，伊更唔知讲家己要做主啊！伊认为讲我较早有日本人管，今嘛回归祖国，要吼中国人来管，伊感觉这是回归祖国。结果伊想会到，较早有日本人管的时阵，迄个生活竟然伫咧中国人来的时受到足大的迫害。即伫经济上，我记者咧，即就足清楚啊。这个刚刚你的钱忘了挖了呀，因为些米、糖、盐、火柴什么东西，做生产东西，你全部长成那个样子，那完全无搞，因为迄当初拄好台湾的激进地拄加入哩伫迄个中国的内政，中国的内政家己印法币、印纸票，中国家己印纸票，啊，佮伊佮强制对外，你若去读迄个台湾的历史，比如讲你读苏联曾经的迄个台湾史观历史，伊这段伊就讲着。伊为着咧处置你台湾的物资，伊安怎？他大量的用他的法币去兑换你的台币，啊，所以你的台币马上就大贬，哦，大量的贬值，所以你的物价就飞涨，哦，这个是整个那个时候的社会基础是这样。那文化基础呢？文化面伊嘛是失落嘛，因为过去来讲，伊有日本管，日本是较文明的。殖民母国啦，相对中国来讲是较落伍的殖民母国，所以感觉讲奇怪，走一只狗，因日本人咧管台湾人，咱狗，狗咧动作正确，啊，较早古个叫啥，狗是低来的，那走只狗，啊，还是即马听来出歹听，但是这个是民间那时候的想法，狗是低来，想喏，伊讲较早迄只狗吼，足歹。甲我肥，甲我加，但是顾家看头看尾，会甲阮建设。即摆毋是呢，我阿爷要食个唔做，要食个唔做。就是说，过去，因为过去在台湾为什么会称为殖民制度？你讲一点九，一点九就是讲说，哇，到台湾总督府那个制度，基本上党政军，哦，他没有，哎，怎么党？反正就政军特务集大权于一身，立法、行政、司法全部集大权于一身。没有监督的架构在统治台湾，啊，所以台湾的民众在日治时代其实是有他的苦的地方，哦，因为台湾人的完全政治权力都被剥夺掉了，因为他的台湾总督府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他掌管了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他可能也有特务在运作，一定也有，他一手抓了，结果国民党建立起来，中华民国建立起来，以前哦。他也是一样，党政军特全部一手抓，他直接把那个台湾总督府换掉，变成台湾省政府，变成他的省政府。那他这个省政府基本上完全他的制度完全是承袭过去总督府那一套，所以台湾人底下境地来对，他完全还是一个完全受压制、受被剥削的状态，他完全没有反抗。他本来以为说好像可以。会使跑一口气啊，会使喘一口气。结果，竟然想袂到讲，走一个旧的主人，要来一个新的主人，而且迄个主人，安怎？你若去看呢，迄个时代一寡回忆录，安怎？比顶一个是毋是更较后？哦，啊，更较无文明，更较毋捌代志。哦，啊，佫贪污，哦，贪污，就有人讲一个。过来笑话，我讲伊毋捌代志，比如讲，因就时常伫个街仔路夜穿，因来要甲同个街仔路夜穿起冲突足济，因为有穿，啊个穿无袂走，啊甲咧食面，啊若无好食，就讲起冤家，常常报纸顶面写，啥物民兵
看啥物国军搁甲人去冲突啦，食面包要付钱，食霸王面，这都做好无啥，放下霸王面尔。伊去五金行买迄个水蜜桃，买水蜜桃啊，甲人冤家，结果新闻写出来变笑话。伊对人冤啥？伊讲我买一个水蜜桃，人讲假拼，插伫个拼顶悬，全会流水。谁人我的水蜜桃买去，我插袂成，全会无水。哦，迄就是啊，他不懂，伊看无，伊毋知讲啥人水蜜桃全会流水，但不管变什么水拢流全流水。这是一个文明落差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描述。好，不只是这样，你安尼尔，你比如讲贪污，他最重要的是他贪污，因为刚才台语的那个诶艺术啊，这个卡油就是你的卡油。啊，你看台字大字典，应该都全部卡油，没有台油，这绝对无。这个是为华语来的对啦，卡油就是你为华语来。红包也是啊，咱在讲什么？包红包、卡油红包这个文化，这咱若无这个文化，咱就无这个艺术，你知无？啊，咱即摆有啊嘛，啊，这就是外来啦，你知无？这个艺术是外来，这卡油这物件是外来，哦，啊，赢卡油，这嘛先倒纸，哦，赢卡油，啊，比如讲，伊部队嘛，部队，啊，部队就一个兵啊死啊，兵啊唔知哪死啊。啊，就讲要来去观察，啊，就要甲观察连起冲突，啊，大家人咧围去看，讲啥呐？你甲观察连起冲突，迄观察人头家就足袂爽嘞。讲我一副观察咧卖300块，伊叫我开收股开600，安尼啊，我就足袂爽的对啊。我这是讲啥？我一副观察都300尔，啊，啥呐？你要叫我开600个就对啦。啊，当然你嘛知影啥物代志，哎，我即摆讲我毋免解释安尼对无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这就叫做卡油嘛，对不？伊就要福报障，啊，然后啦，伊就会使中饱私囊嘛，对不？中饱私囊，大意我嘛就变讲，哎，这应该重新建立新的思考了，对啦。中饱私囊你好呢？过两三天，搁弯啊，搁弯啊，上到点来？伊部队呢？总把这个观察就收就对了，搁甲长官嫌伊，讲我用不到了，讲用就对了，事实讲是安尼。结果头家就落啊念啊，什么你用不到了？你那挂很贵，超嫌嫌，这是西洋米啊，这也用不到了。对啦，一次用完了，伊讲我没有要用，你退我钱，丧礼办完了，你知道了。等于讲咧，西工啊，啥物货发收做了啊，你有观察要啥物摕啊？叫乌龟波啦，观察店咧，头家嘛家己感觉足衰着了。我好啊，你着讲要摕啊，我着行李啊，伊着去杀300块出来。伊怎啊讲？老兄，600，因为伊收费是600。哦，啊，所以这观察店的头家着啷啊？做干酸啊嘛，对无？伊就骄啊嘛，所以这个代志要做一样知。所以咱若在讲，什么叫做卡油，什么叫做贪污？其实你咱就一个例就好，这就是一个例嘛。啊，这个例就足鲜明。迄个军台湾的社会就足侪种代志，所以台湾人就真不怕。所以，你到这，哇，无影，这边要点。所以，伫个文化面来讲，台湾人就感觉讲遐，其实中国文化甲日本文化种冲突。日本殖民的文化甲中国殖民的文化，遐伤过白痴，遐太剥削了，你知道吗？所以，迄种冲突就大。哎呦，我这动作以外都有动作。吼、哦，啊，所以文化面是个失落，啊，政治面我拄则有小可讲过，伊政治面伊完全去承接迄个日本总督府时代的迄种殖民统治的制度，你知影吼？咱伫个所谓的殖民制度，就是讲吼，被剥夺感是安成天性的，你知无？譬如讲，你一个单位内底有一个头人对无？譬如讲叫主任，
哦，啊，就一个副手，伊日本统治的，伊就长期以后就是副手拢用台湾人，哦，啊头人呢就是日本人呢，啊，所以呢，迄当台湾人身为殖民者，迄个比啊就是身为殖民者，被殖民者比啊就是讲，我唔管安怎拍拼，我伫单位内底，我就做甲安怎副主任、副首长就对了，伊无都去占迄个，伊真正我都做头，我都出头天啊。无落出头天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伊无落去做头的对。所以日本人走了来，中国的军队、政府的统治用这套制度了。较早日本人离开迄个位置，伊变成啊，换新的一个人入来，换新的一个政府官员入来，伊台湾本地的人才，小干无落出头天啊。所以这个细路干，你袂使讲细哦，它其实是蛮大的。你若伫喺外口食过头路，你就知。你若去食过头，你就知。你若讲老师，我升到这里，我替这个公司拍拼到要死，大概若到要升迁的考核委员会，就来一个空降部队，你就感觉有被剥夺感。啊，这被剥夺感，哪发生伫这个这种市民制度内底，你会感觉讲足明显吼。啊，所以伊是这种被剥夺感，政治。当然卫生方面也很歹，就是这个战后的卫生是比战前搁较歹。因为迄当阵，你也知影，迄当阵台湾人偌济，600万人，啊伊伊迄边走啊，带偌济人过来，其实是200万，战量是实在是非常的大啦，所以造成规个卫生的状况非常规大混乱的这样。哦啊，这拢有专门的。会处理咧讲这个代志，我社会面的贪污我头有讲啊，迄个贪污是无法无天啦、啊，哦，啊经济面我头有讲过，所以大约就是这背景。我想大家对二八有啥款的看法上重要啊？你只要建立这个模型，你就知影讲，哦，差不多这早晚的嘛，早晚来补啊，哦，早晚来补啊。因为当然是活不下去，其实你当初有足侪足侪自杀事件。自杀事件是非常多的。你当初其实伫个二次大战以前，大战结束之前，规个台湾的牛村、七村是满。台湾的七村都在谷仓啊，台湾谷仓是整个都是满的。其实台湾作为日本要前进大东亚的基地，还有那个大米仓，你当初其实战后的时候，台湾的米仓是满的，但是到1947年的时候，台湾的米仓已经，台湾人基本上已经开始挨饿，哦，已经出在回忆录啊，这种讲的，就让台湾人已经开始挨饿。然后那时候，咱现在在讲那个清查党产对吧？想在讲清查党产，也是要回溯到228那个时候，那当初出在日产，那日产是日本的什么？国产嘛、啊，对吧？既然台湾是日本。食品日本统治嘛，迄个日本的国产嘛，对无？啊，照讲伊就输啊台湾啊，吼、哦、啊伊国民党是正做啥？盟军代表嘛，盟军代表。啊，伊毋着讲接过来啊，伊要来统治，迄、那个物件是毋是嘛是要变国产嘛，对无？唔管伊即个国会较人承认无承认，你想起码尊重是毋是安尼？但是日本国的国产，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要变成你中华民国的国产？假设我们先不去谈底下人承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啦，但是不是啊？啊，接下来变国民党的党产，哦，很多事情就变这样。哦，所以你想要当中要清查那个党产，你去甲看，做者国民党的党产是为日本人遐接收落来。哦，啊，所以这代志想要起码不管怎样，变啊这样无错，美国人就是安尼。事情非常复杂，所以每次一谈到党产，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党死穴，这绝对要改了嘛。一点爱改，特等来的第二天，因为规个规矩把发生到起码该代志。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转型正义到现在一筹莫展，简直完全没有进展？哦，所以我起码得写公职。因为他来的时候，其实像整个经济的掠夺，将规个为文化、政治、卫生、社会、经济面的掠夺，将全部的拔下，哦，
上界典型的象征拢是伫个经济面嘛，然后在日产接收的时候，有足侪人是迄个日产清查室的或日产接收委员会的，连前因到时有人日产接收委员会，感情会不会快？来查解，感情有没有在做工啊？那个廉政，廉政都是接收委员会兼台北县长。对对对，所以我都记一遍，所以他在这里面呢，他一方面他接收，然后把那日产接进去，又有些不小心就进了变党产，有些又变他自己在住，不用日本官员的。房舍什么话，宿舍伊家己接去听，做侪声。所以这内底伤侪无清无楚的物件啦，太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的状况，很清楚，就整个二八在整个背景上，它就已经是不对的状况。然后伊的发展就是安怎呢？伊发展就是讲，其实当初当然话袂落来，所以开始有人。卖输烟啊吼，卖私烟啊，上面每天。然后就是二十七号晚上，伫大稻埕天马茶坊头前，吼，就一个叫做林江迈的老妇人，在卖迄私烟嘛，然后一个警察来甲查缉嘛，伊甲查缉的时阵啊，看这个，这人个遐可怜啊，警察去查甲遐严，大家袂爽啊，大家袂爽的时阵，大家围起来先，这警察。就起片啊，就大枪嘛，大枪就大死一单门客嘛，大死就叫单门客，所以就是安尼，大死人了，台北这台湾人个，无要放伊煞，所以规个台北城乱起来，开始游行啥个，然后迄个台语这边就开始镇压安尼嘛吼，镇压。当然，彼当阵民众是啥物个？伫咧二十八号的时阵，民众是。有拍过广播啊，讲要起义啊，对个。民众的力量就开始伫咧全台湾，伫全台湾拢有啊。伊当阵透过迄个风扇，透过迄电台风扇啊，所以有足侪迄民众开始一下起来，甲即马塞巴，伊当阵在塞巴有啥？我当塞巴都有见伊 FB 冲进去，来个冲入去，吓咧。然后呢，有倒一挂迄个民间的代表去组成迄个弃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当时上在名就做这样。三月二号的时阵呢，因为当地政府伊嘛看红是势，所以伊就甲民众、甲官员去组一个叫做“二八事件”的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啦。伊迄个共同话要求，伊伫迄处委会内底去暗杀特务，暗杀特务。伫这个时阵，单义的，这最近的迄个档案解密有出来吗？单义伫这个时阵呢，伫迄个三月二号，伊就电报发去甲蒋介石呀，然后伊一面电报发过遐呢，三月初五，单义就去指示讲全台各地，去成立去处理会的分会就对了，然后呢，三月五号，因就知影讲蒋介石要派兵来台湾镇压。所以你个背景吼，足重要一几个时间点，我伫只了解知影。因为我一开始写是十年前，迄当阵阁未啥知，档案还没有完全解密。但即摆回翻头转来看，已经其实都正清楚。但是蒋介石政府咧处理的时阵，早就要死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啊，二月二八号的代志就发生。他们早就觉得说，我用枪杆子出政权，我用枪杆子变平定就对了。迄当阵包括魏丹宇、伯格、甲蒋介石，他们都从一开始就决定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他又虚与委蛇，彭熊盖爷，熊盖这容易啊，熊盖不换的，彭中不换的就是一个虚与委蛇，一种缓兵之计，因为一张很准当赛船。更爱冷干海港，所以虚与委蛇，甲迄个处委会来对台湾乡绅士绅遐咧谈判，台湾人一当阵是以士绅乡绅的意见领袖在领导，那一当阵成立一个瓦解呢，佮发迄个告全国同胞书，没告全台同胞书，来安抚人民，讲咱即马吼，伫大有为政府，大家唔免烦恼，因为。
类似这种言论了，对啊，哦，啊，政府会处理得很好，啊，其实他们已经走票镇压了，哪有什么安抚人心的那个，没有嘛，哦，啊，底下时阵的高雄呢，伊当初的高雄的已经有七个代表走去甲碰碰气，哦，去碰碰气谈判，就已经失败了，啊，因这七个代表内有四个人就被台死啊，啊，伫咧三月前啊，碰碰气的军队就已经下山血洗高雄，我高雄是第一项血洗的所在啊，即我的故乡啊，啊，所以我差不多有甲这一挂代志有，伫我的小说内底有小可交代过，啊，这个高雄啊那种血洗的，哦，但是彭孟熙，你说他是屠夫对不对？他的那个我们称呼他的方式，绝对就只有屠夫两个字嘛，哦，或者是高雄屠夫嘛。而且那样啊，但是奇怪了，他不但不认错，他还说人家乱讲，还去告人家，去告那个受害者家属，说受害者家属乱讲，偏好爱别更强来着，对吧？哎，一个屠杀高雄人，结果佮讲迄个受害家属该乌白讲，佮讲伊佮讲伊诽谤安尼，啊，因家属哪？哦，伊听孙啊，伊听个彭应刚啊，对啊，台行当主长干毋是？啊，总行台行啊，总行的当主长，啊，搁啥物钢铁的当主长啊？小港伫迄个台湾的政坛嘛是耀武扬威呢，啊，你彭孟熙诶，彭孟熙伫结束了，对无？升官呢，对无？升官呢，变本来是南部防卫司令尔。先甲变参谋总长，有没有做上大？你看，所以叫做转型正义失败。哦，啊来，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伫台北的处委会通过32条处理台纲，台纲，迄足奇怪哦。迄伫处委会，台北中央台咧开会，伊就明明知啊，蒋介石的军队哦要来打，伊搁伫只甲你开会。要安怎处理安尼？啊，台湾人也够故意的。哦，这一条安怎安怎吼？结果内底阁有第二啊，加10条。这10条的，比如讲，啥物迄穿爱甲刀管啊，啥物货这种。啊，这种就牵涉到迄、那个，伊就用这做罪证，就讲你想要判断啦，就讲你这个组委会是想要对政府发动叛乱啊，那个对啊。所以他就是埋了10个，不埋了特务在那里面哦，那特务的，一挂特务里来对，哦，他变成判断罪证，案件的发布变成42条，这42条是出来了后呢，冤案啊，哦，你去看史料，37号冤案，这个警备总部的参谋长柯远芬。你回忆讲，伊伫迄个酒席内底，甲边仔迄个，甲迄个张木头，迄宪兵队队长张木头讲，哦，心情一片大好，讲2月28日发生那个乱世之后，一片焦灼，到今天总算拨云见日啊，对啊，心情一片大，这是非常可疑的、啊，哦。细细来聊聊，伊心情一片大好，就是讲他已经找到镇压的口实，人讲不要落人口实嘛，所以伊今晚要甲你定啊，对不？他要取得口实，啊，那个口实就是42条，另外加的那10条嘛，啊，那10条就是你的警卫工，你是因为这样，你就是要叛乱，你就是暴民，你就是怎么样？哦，连到三位配合，还平稳的在两营现场来到这个家人。啊，就对家人台北就开始屠杀，哦，对家人台北开始展开大屠杀，伊就一上花，啊，就大，啊，这个对家人台北的大屠杀呢，我之前我看过一个口述历史拍纪录片，我看，你当初我才读大汉尔，我都去到台北美术馆，第一届看到人咧讲李白的代志，迄个人住伫宜兰，讲迄当初伊就是人伫咧。家人讲就对了，讲迄帮单死了对无？八个人换做一单，啊，讲为唱村迄个
八号的红线，把这一盘啊拢晒海，啊我都目睭金金都看迄个人，三伊的手安尼起来我看，互了去翕就对，啊看一下，讲世界上这代志，伊讲伊就假死啊，你知？伊在那哔哔哔哔哔断了吼，哎就假死，啊假死的时阵伊个做好运，伊迄八个人赶做一盘肉粽，伊都啊撑伫个撑伫个上边啊迄个。啊，然后呢，遐裙仔拢甲脱落，对无？遐边仔拢甲脱落，迄个家人干嘛？脱落的时阵，因为伫上尾啊，所以挣脱啊，甲活命落来，真做见证了，对啊。这个是3月8号海平轮，你看咱咧看的数字，刚刚这条尔，但是你根本不知道细节，你知道吧？但这个细节其实就是口述历史，或者说报道文学，或是我们文学要做的事情嘛。有些说，以历史的记录，它基本上历史的专业要求，它可能会去要求一个尽量是事实的，哦，基于一个理性的、客观数据的这一种框架下做一个书写。但是你文他来讲，人是安尼嘛，文他来讲是人性嘛，是人的尊严、人的性命那种大事啊，哦，所以。当我看到迄镜头时，我规个人哪像有泪光着。迄当阵我毋知影淋巴遐尼严重啊，我知影，迄当阵我是知影有淋巴。哦，因为迄当阵我读高中诶时阵吼，我遐校长嘛真正有够惊死诶。你叫李小峰来阮校园教，你知无？迄个讲迄淋巴，我着伫边仔听，我怕到这代志。哦，啊，所以我着去我等淋巴，但是我们不知道严重到什么地步。当我们真的去看到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如临现场，他像在现场，跟你讲，我见证我的代志，哦，啊，还有一个住伫宜兰的，讲我迄边啊，哦，杀去海墘啊的树拿，啊，杀一支烟枪给伊，拿一支圆锹给他，叫伊家己学学往伊家跳，安尼啊，啊，这段我就写入我的文号，真的有这种事，真的有这种事，那你明白吗？想象说他是把台湾人当人，还是把台湾人当狗，还是把台湾人当成比猫狗还不如的什么生物，才会这样对待台湾人？要这样对待台湾人？哦，啊，你若等于看3月7日迄天台，迄个彭孟熙安那屠杀高雄人的迄个口述历史，你看真正，我看了那好几天后，我都写，那无都写，那迄伤艰苦。伊既然就讲到遮，我先做讲好啊。伊就拄派两台滚卡车，三台滚卡车拄啊为高雄的要塞司令了，要塞司令部了。高雄要塞司令部在今晚修山公，修山公门就是今晚中烈子遐。伊遐滚卡车落来对无？滚卡车三台落来，有一台就直接为高山路，恁可能对高雄较无清楚。总共一句就是一台为。为高山路切去火车站遐里，伫个火车站扫射地下道，然后又冲过去打那个雄中那边的青年守军。说，我台中中学学那学长的，起来讲你有看弹孔，那几百个弹孔。哦，伊就是吼，哦，迄、那个防空器顶啊弹着了对，另外两只，滚卡车落来呢，是为迄、那个。大公路就是即卖高雄历史博物馆，较早旧个市政府，迄当阵就是因为高雄市处委会，哦，高雄市处理委员会，他们派代表上去跟彭孟熙谈判的时候，处委会遐有人的组织底下，啊咧等消息就对了，咧等看谈判的消息，拢好人啊歹人，其实就是足普遍好人啊，你知无？就是足热心的民众嘛。你想要去了解讲啊，你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啊？哦，然后那时候市民是很自治的哦，以前的祖先卫生队，哦啊，迄个一寡别讲，迄个区公所的人组成治安队维持秩序，哦啊学生嘛是组成迄治安队维持秩序，哦啊，中共一股就是遐某一寡迄个自治组织底下的对啦，民众的自治组织啊。结果到才十二点外时间，迄两只公交车，拄一个位西边的门，一个位正门冲入，哦，总直接对迄、那个
市政府，你若即马去历史博物馆，我即马唔敢入，我想着我做艰苦，伊从冲入来开始扫射，啊，所以遐所有遐个遐民众就当场倒啦，当场伫个也倒遐，啊，迄在场上侪就是迄参议员，高雄市第一届的市参议员，市参议员、市参议员，哦，历史讲叫市参议员，唔是市参议员，是市参议员，是市参议员，因为。作市长四十块以上，因为遐参议员就是周先生，处委会高雄分会，伫遐咧等，迄个彭孟熙谈的结果，结果谈判的代表被杀了一半，然后人西里监管呐，建议落来以后，甲遐参议员、甲遐治安队啊，各位看面的诶民众大死去啊，遐听讲就死百几个啊。会倒一边，搁有人听到个地下室有声，搁牵手又弹去，牵手弹，这敢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对人民的方式，敢会使？哦，啊，大嘴唔拿去，为正门到为东边门入面拿，为西边门入面拿去，伊正边的门也有开，正边的门也有开，正门对东边的门也有开，东边的门临爱河。结果咧，总归迄个门，为人无端着的，闪过会白会走的，拢迄个门出。为迄个门一出二尔，就断死伫迄个门口，搁死几啊，搁死足侪人伫迄个门口，搁倒过会跳入去爱河，对无？也跳入去爱河，对爱河有桥口断，哦，甲规爱河拢会拢变红的，所以规爱河水拢红的，拢会。好，这是我为口述为止，啊对。然后更安尼尔，更是安尼尔。你还佮你签看卖，用个签过刀，上次刀佮你签过好死。哦，安尼，签了呢，佮佮你身躯有钱的、有表啊的，全部拢搜刮殆尽。我无袂讲的啊，上个讲我袂讲，我就搞过啊，这样公开。我嘛拢写伫咧册，阁唔是安尼尔，阁无互你收尸啊，还不让你收尸啊。结果规个市政府安尼，我一过讲臭甲，臭甲，结果几工了开始有人敢去收尸啊，对无？人就唔敢挖金啦，到第二工、第三工啊，开始有人去要收尸啊。迄人出来安怎讲的？讲迄规个高雄市政府上男人啊，也有台语形容叫上男人，规个迄拢火啊，火啊拢上男人，迄规个血肉模糊啊，讲打球拢那像迄落雨糜啊，但伊毋是落雨糜，是百折落雨糜啊，对啦，规上男人啊，啊火甲迄涂山卡做伙安尼啊，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戏啊，林流戏啊。收尸的啊，好心啊吼，啊人拜托伊着用迄名称，着迄观察站拢无够用啊，伊着用迄门板啊吼，用迄门板啊啊，载尸体，着载去迄个，载去即卖文化中心吼，遐即卖地下最高的地方，啊着就载去啊，啊载去啊即卖着遐待，啊遐有一个万人冢着对啦，啊因迄工几十当前咧开发咧时阵，真正讲有乌着。拢是了乌的，啊！毋过遐即马地价最高，啊！伊讲吼，用迄几工用落雨，所以伊咧休息的时阵，迄几工落雨，伊讲吼，他那个尸体上面被雨淋下，那个血都变成黑色，像那个像那血球，啊！讲头发在哪里起啊？那样，那是为什么证明？哦，当然，我甲这个证人甲你讲是讲，因为我为文学、为迄个口述历史，我所知影着个代志就是安尼。哦，所以，若阁有人讲啥物二二八，啥物，啊嘛，讲啥物遮死个人哦，啥物遮死人，我真正感觉迄真正比较不如意啦，因迄实在足可怜。哦，啊，我这本册内底有写着一寡，哦，因为这种代志是足伤心的代志，所以
咱咧写诶时阵，咱一开始爱找着较一寡吼，感觉伫咧伤心内底去吼，给你一点人性诶温暖种面。比如讲，我有写一个，就是一个凄惨意外，啊，伊要死诶时，啊，伊人足大哭啊，吼，伊诶本名叫许秋壮啊，柯秋壮，啊，因囝本名叫柯国雄，我未记我小说内底讲是用这个名，用柯正雄诶款小说内底。啊，因两个都白囝做伙伫迄个。做伙伫迄个市政府就对了，都迄工咧等，要去谈判迄工就对了。啊，因因老爸是签参议员嘛，啊，因囝拄好是古那个九米油，啊九牛米，日本的九牛米T科的医生就对了，留下日本的足优秀的人才。诶，啊伊就伊就迄当初嘛是迄个卫生队的。组织的队员的对啊，所以伊嘛伫遐，伊嘛参与即个市政府。诶，搬入来时阵啊，因爸仔囝拢牵咧，往东边的侧门跑。很幸运的，做点温度走出来，但走出来，前端来时阵，拄啊看到柯秋长，拄啊同柯秋长、许秋壮，迄、那个柯参议员，端到了对无？伊迄个人足大块，柯秋壮有名个大块仔着对，人足大块。啊，伊着穿来伊生要死啊！哦，啊，迄个父爱足伟大，伊着叫因囝柯国雄来庇伊个下骹。所以伊拢倒来个时阵，伊拢甲因囝砍个着对。啊，所以柯国雄基本上无死，伊是互因后辈尸体保护着。我做我写些故事，我写讲伊生父爱很伟大。也要死进前，建构好，建一件跟未来伊迄个大好的心态嘛。那为什么我会说伊迄纤维都咧擦，就是因为伊迄回忆录内底有讲，伊问那个在因老爸做大块，所以迄纤维都咱拄的时无拄着伊就对啦。因老爸做伊肉店，哦，这个物件，哦，啊，落尾高高雄，哦，也在看守所，但是他在看守所里面本来。不知道说遥遥无期，大家都在交代遗言啊，想不到说他被放出来，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彭孟熙他妈妈的牙医的主治医师的病，所以他就被放出来。我就写这段，啊，你也可以读我的文本啊。其实我这个对比是足强烈的，就是讲，以他殖民者的母亲的牙齿，给你一个。台湾人最优秀的人命是还要重要的。我是把这个物件做强大对立起来，所以差不多谈掉的时候，你就知道讲明白什么代志。我那时候在那明白什么，也就是说，他这样子统治你，他要夺你的命，或他不夺你的命，他当然不是看你表现怎么样嘛。哦，当然不是这样，他是看什么？他爽不爽嘛？还有他需不需要你？哦，这个是行价逻辑。哦，他是殖民者的逻辑就是这样。我说有的人很天真的以为说被殖民者要表现怎么样，殖民者才会高兴或怎么样的。我说反抗者要表现怎么样，被反抗的人压迫你的人才会高兴，才会对你下手不会那么重。我来讲，不要太天真。沙特底的自由之路嘛，是咧踢球化过来。哦，嘛是咧踢球化过来，讲就是地战争对希特勒太软弱。所以捷克跟第一雷同，苏德莱区跟第一雷同动辄像希特勒，动辄像纳粹哈，可以攻陷嘛，就是因为太软弱，就是因为太嫩，哦，所以我为己发来对我常做些代志，为己发来对我常做些代志，因为做些代志就包括讲伊要跟你安怎，是不是伊唔是要看你表演喏。以及脑部最厉害的，啊，所以那个是非常荒谬的状况，是非常荒谬。对那个独裁者来说，你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人格怎么会是这样，哦，啊，所以了，我讲到三月六号尔，时间已经得过。我这写小说吼，就是做到后面抓来的。啊，就来的三月八号、三月九号的。他整编21师就来了嘛，所以整个台湾就开始戒严了嘛。哦，那整个
整个区域就一片烽火。我咧讲的迄个代志，唔是干那高雄的啊。他整个二十一师来了以后，就从北杀到南，哦，啊，抵抗最久就在台中，二七部队是抵抗最久的，哦，我咧台底发的也是非常好，好，特别文章书立马做一本名言咧，按个人书嘛，哦，啊，他是抵抗最久，那整个就后来就全台戒严，然后戒严之后就进入清乡，进入清乡，整个事件就这样，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台湾人是在讲的是民不聊生啊，咱刚刚讲的是民不聊生，然后那个阴影足大啊，啊开始唔敢讲话，甚至唔敢露脸，因为他实行旅连坐法，那他倾向过程里面你是不能自由旅行的，你要里长盖章，你才能够到别的地方去过夜或怎么样，宵禁，所以你在晚上在路上被抓到，他。用戒严的办法，他就可以处理你。那你根本连出外都不敢，出外都要里长签名说这个人是良民，哦，连坐良民，哦，然后全台就这样戒严。然后，那他说来讲，那个四百杯，那立提四百杯，伫咧1947年的1月四百杯，起到1949年，这个状况就一直持续到1949年，甚至到50年。五几年都还是一直持续，到了49年，四万瓦扣，一单纯的利益点提任何案杯，七万杯案杯，所以你要想想，那一包米从2角，在5年之内居然涨到2万，来吧2000，或者是4000，我要去查，大概就是这个量啊，这个量。啊、所以当然，那当初是过了那前生的日子，这不是夸饰啊，这不是夸饰。假设你设身处地，你今天赚了薪水，只能买一颗鸡蛋的时候，大概就是那种处境，啊、就那种处境。哦、所以一个政府，我们如果说要来看一个地方的政府统治，我们通常会看的就是说，他到底做的对不对嘛？啊，你把这件事情，你想嘛，伊处理就是安尼。啊，这几年一直，咱一直咧讲迄个专员建议的代志，一直咧讲专员建议。啥物是专员建议？我台来讲啊，专员建议是政府的建议，政府的建议，主要是政府的建议。这个政府的建议呢，就是要针对过去违法、甲不无建议的行为来做做弥补，哇。通常拢有一挂啥物啊，拢有司法啦、历史啦、是宪政啦，甚至宪法顶端，我等下再来讲。哦，啊，赔偿这类领偿，哦，只有这侪领偿。哦，简单来讲啊，通常就是政府检讨过去，因为这种冲突所造成的遐行为，去甲遐加害者所得到的遐利益，那个退转来对。哦，遐利益个退转。啊，然后呢，搁爱去考虑各种制度性的犯罪，所以你爱去预防就对了，要去预防这件事情。我刚才讲啊，比如讲，伊伫这个伫发这个代志间，足侪人在上抢的，啊，你是毋爱行啦？啊，你是毋爱行啦？啊，你敢有行啦？行几多？几十天过啊，敢有行啦？敢有人听到有行？赔偿有啦，咱可以做的就是对。被害人的平反跟赔偿，这样为主责，啊，还有立碑啊。但这个立碑开始的时候还有碑无文，你知道吗？那历史更，伊谁啊无文，伊都唔敢讲实话嘛。伊都谁啊唔敢讲实话，伊都无愿意悔改嘛，伊都无要承认伊的错误嘛，所以有碑无文嘛。哦，啊，更下的下面火气山啊嘛，啊，下个人大家都做揭晓。没有任何一个做决定的或是执行者
因为这件事受审判，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代志，知无？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阵，对吧？你看，那嘛有那个国际法庭的审判嘛，哦，海牙大神新判了哦，戈林为遐下骹，大家为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啊，你为希特勒下骹，大家将将我为死刑无期的几百年、几十年的，大家判嘛，哦哦，啊，对一个集中营呢？偷人判偌济，一人者判偌济，啊！你一人者也应该你审判了哦。你是不是属于制度性的被动，或者是说你有可以救人的不救，或者说你有可以救人而你出于善念去救人，他就会免你的刑度嘛？他是有一个审判的嘛？他会去说你违背那个人类的良知博远来审判你嘛？我说你像狗一样，一点良知都没有，他判你死刑嘛？哦，你就是机器人嘛？不是说当机器人就没有罪呢？不是讲，哈、啊、哈，那是希特勒叫我放毒开的啊！哦，我这是希特勒，希特勒对犹太人仇视，所以呢，我就建议希特勒要放毒气，所以我没有罪。这根本就是代志啊！你知道吗？那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转移阵很有名的故事啊，那时候有人最后一个东西德，那个柏林围墙要倒之前，最后一个逃过去，柏林围墙被打死的那一个，那个执勤的枪手被审判，后来被判有罪，因为他辩论说这是我的职责，对不对？那个东柏林的人翻过柏林围墙要逃到西柏林，我基于我的职责，我打他，我把他打死了，你怎么判我有罪？国际法庭的法官他说：“我当然判你有罪啊，对不对？人家叫你打他，人家没有叫你打到他啊。你基于职责你要打他，你要喝阻他，那你基于职责你要打死他吗？有人叫你打那么准吗？给人家判罪呢？哎，这是德国的，澳洲的标准奖呢？澳洲的标准奖呢？这叫转型正义。哦，他落实转型正义。”他在整司法面，哦，他防止你这种人类的恶在渗透到一个社会，所以他要用这个转型正义来保护你，来给你保护嘛。他德国在宪法上来保护你，比如说他纳粹党，他那时候德国内阁纳粹盖世太保党卫军有六个组织，五来周军被判有罪，被起诉了，被国际法庭起诉。结果被判定有罪有三个，就是纳粹党、党卫军跟盖世太保，这三个被判有罪。什么叫被判有罪？等一枪，交出他所有不法利益所得、财产回收。第一，组织解散。第三，永远不能参政。具有这三个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永远都不能参政。组织不能参政，而且组织的成员永远都不能参与德国的政治，不能参与的欧洲政治。啊，不然这个案例就好了，对吧？咱以前的代志无这个案例就好了。国民党不准参政，他的不法所得不出外，而且永远的离开党政党。哇，那你就到彼岸。那就独立法嘛，所以你建立一出来，那就独立法啊。结果敢有？连一点点啊都无啊！我大概是包括你国建桥，是发生什么代志？当然，咱会使讨论这个代志。老我讲以前咧讲讲一三，十八就正聪明哦，哎，够久啊。阿姆哥，我想咱的角色，够无够济啦？我想咱对。什么是正义，或者说什么是转型正义这种东西哦？其实我们觉醒的那个程度是很低啦。就比如说我谈到公鸡的啊，那个翻过柏林围墙的那个例子啊，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一定觉得他没有罪，对不对？我是不会跟大家戏人，我呢叫大家举手，你一定也讲伊无罪嘛。做这样一定也讲伊无罪，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转型正义的认知太薄弱。他不让这一种事情发生，就是说不要让他成为一个不好的样式嘛，让人家去学他嘛，哦，然后呢，他为什么不让纳粹从政？为什么纳粹言论的自由
好像在表面上受到限制，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种东西，他就是怕说你给他政治权力以后，以前我们要求你赔偿或怎么样，你一旦又在政治上又取得势力，你又报复，安尼足凄惨的，你抱这种人报复人，你死人呀！哦，因为那一种历史有可能会再发生一次嘛，他有可能会再报复你，而且犹太人可能死得更难看，他这次不是用毒气师，他可能用两倍的毒气师嘛，哦，所以他是用这样在防堵那种人类的浩劫就是了。哦，这个懂我对转型正义的理解，我了解多侪，我所有的了解都是足简单的为一种，像做一个人的迄种良知啊，哦，甲为迄个维基百科，哦，这两个保存做慢点。啊，其实你只要看维基百科，你秉于你的良知，你就很容易发现说，哦，原来转型正义就应该这样嘛。你进维基百科，你去打转型正义这个词条，他就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懂了。特别是，就是讲你若讲对伊把有相当相当的迄、那个，诶理解，安尼你当然你就无问题啊，你就知影哦，转型正义是应该做啥。哦，所以刚能够咱转型正义的物件。哦，就是要注意遐代志，要注意遐代志。讲到遮，我有小可忝。啊，毋过毋知大家敢有啥物回言，我会使。当然，按时时间够一寡，我嘛会使讲寡文学的。我主要是做这啦。啊，但是当然先，我先比较，哦，会使讲看大家，毋知有啥物特别的问题要问，也是讲对一方面的代志，想要加较了解。哦，甚至讲你有你的看法。就是先，敢有人有什么款的意见？